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哈，阿坚用四块长方形纸片哈，一二三四，拼成一个大的长方形 A B C D， 其中甲丙的共同点 M 哈，这是 M， 然后呢这个乙丁的共同点就是 N 哈，分别在 A B 跟 C D 上。AM 比上呢，这个 BM 哈是2比3，啊这也是2比3的啊 ，DM 比 NC 是2比3，然后面积比哈，甲比乙的话是3比2，哦，因为它的那个宽是一样的，所以面积的比就等于长的比嘛，长的比是3比2，啊丙跟丁它的面积比是3比7，哦那宽一样嘛，所以长也是3比7。那么他问说，则下列何者与长方形 ABCD 相似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这里的话，你把它看成是十等份嘛，那这里看成，这里看成五等份，那问题是这个长度一样嘛，所以的话哈，这个我就求它的最小公倍数是十啊，哦，这三比四就等于多少？等于六比四，三比二就等于六比四，哦，所以事实上这个是六比四啊。我把它改成6比4，哦，这是6比4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因为它这个长的话哈，如果看成10的话，这个不一定能够看成5，因为它那个尺度不一样嘛。那我就假设哈，这个是6 K 啦，哦，这个长度是6 K， 那这个长度就是4 K 嘛。啊，这个的话长度我叫做2 H， 那这长度就是3 H 啦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，这里是6 K 的话，这里就是3 K， 这里是7 K 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，这个长方形的话哈，它的那个长比宽的话哈，是等于10 K， 啊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5 H 啊。啊，所以你在就在这个四个长方形里面哈，找一个什么呢？找一个，这个10 K 比5 H 的10 K 比5 H， 事实上就是2 K 比 H 的，哦，你就找一个2 K 比 H 的，那2 K 比 H 的当然就是这个嘛，哦，4 K 比 H 就是2 K 比 H 的，所以是乙啊，哦，乙的话是4 K 嘛，比上2 H 嘛，啊，这跟什么呢？跟这个长方形一样，是10 K 比 5 H 是一样的，哦，4 K 比 2 H 是一样的。也就这两个长方形的话哈，它那个长宽比呢是一样的，哦，长比宽，哦，小的长方形长比宽等于大的长方形长比宽，所以答案的话呢是乙啊，答案是乙，啊，其他不是啊，其他的话是6 K 比 2 H 嘛，哦，是3 K 比 H， 啊，这个当然也是不一样啊，这个呢，这个的话哈等于多少哈？这个我们看看哈，这是。这里是3 K 嘛，哦，这里3 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是6 K 啊，这整个6 K 嘛，啊，所以这里也是3 K， 所以这是7 K 啊，哦，7 K， 哦，7 K 就在这里啊，7 K 比3 H 啊，这个也不一样，哦，这个的话跟长方形的比值表，比值也不一样，哦，长乘宽，它比值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小的长方形跟大的长方形比是一样的，就是2 K 比 H 啊，这个也是2 K 比 H， 所以答案应该要选乙啊，哦，答案应该要选乙。那乙的话哈，乙的话就是 B 啊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。